我现在要说的是一个巨星如何重拾百万露齿灿笑的励志故事。很好，再来，笑起来很自然，再给我一个性感的灿笑。这人没在给你吝啬的，给你一打都没问题啦。你可以再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。Perfect， 来，我们慢慢推进。太慢了，我的笑容不等人的。表姐，你自从矫正后，笑起来真的越来越美了。真的没在开玩笑，我离开嘴笑露齿8.5克的黄金比例越发靠近。科普一下，这是我长期观察发现的。你去看市面上大美女，什么珍妮佛罗菲兹啊，或是杰西卡艾巴，她们笑起来牙齿都刚刚好露出约莫8.5克，绝对不会超过9颗。这我还真不知道，长知识了。你快看看我现在笑起来有几颗露出啊，你的牙套怎么不，我真的有很轻的在清啊，像我都用牙膏挤在牙刷上刷，但不管怎么努力清洁，那个牙套的弯曲面有时候都还会有白色的颗粒沉积，刷不掉就是刷不掉，害我心里超阴影，很怕一戴久了牙套就有异味，而且没清干净还可能造成细菌滋生、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，然后呢就得去看牙医。这什么可怕的蝴蝶效应，戴个牙套比汤姆克鲁斯还要玩命。我怕，就在我彷徨无助时，还好宝丽净口腔护具清洁锭来相救。这颗蓝色小令真的猛，轻轻松松维持器泡下去，之前刷到死都刷不起来堆积物就离我远去了。第一步，你可以拿牙刷把你的牙套或维持器上残留的大块菜渣肉块清掉，然后找个杯子倒入温水，水的高度要盖过你的护具哦，然后丢入一颗蓝色小药锭，等个5分钟，是不是超级容易？根本防呆。然后这5分钟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事，忙完回来时，牙套或维持器就清洁溜溜了。这5分钟我们不要浪费，就善用这短短的时光，来跟同位带牙套维持器、害怕口臭的表弟妹广编一下，科学实证，有效清洁口腔护具，去除牙渍、牙垢，99.9%去除细菌和病毒，10倍有效杀菌力，减少细菌滋生、牙菌斑堆积，降低牙套或维持器异味产生，5分钟快速清洁，时间到，就这么快，别怀疑。浸泡过后，可以再用软毛刷跟这个浸泡液刷一下牙套或维持器，这样就完成喽。切记用完的浸泡液就要丢掉，不要重复使用。最后，要戴上牙套前再用清水清洗一下，就可以继续重启我的百万灿笑啦。有戴牙套或维持器的表弟妹，快去买吧。